啊，实际离体，一切真如实相啊。啊，实相就是事实真相。啊，真如就是事实真相。啊，真舍之本际。啊，这是讲其理其机，说出实际离体。啊，其理者呢，该本经乃诸真社会。本经是从自信真实智慧之所流出，决定没有通过思考。啊，通过思考就从阿赖耶识里头流出来的，不叫智慧，叫知识。从自性流出来的，这叫智慧。啊，开化显示真实之际，这对众生来说，啊，开是开示。化是教化，开示是因，化是果。啊，你明白之后，你就产生变化了。啊，化物为善。这是第一步，对一般众生的啊，在提升呢，化迷为悟，啊，化恶为善呢，这是度六道众生呐。化迷为悟啊，这就是菩萨了。啊，大乘是菩萨，小乘是四圣，就是四果。再向上提升，化凡为圣，说法界是凡。一真法界是神啊，这是开化了啊，开化要契机啊，机从哪里来的？是从迷雾浅身上来说的迷得深的是凡夫，迷得浅的是菩萨啊，所以佛的教学有阿含识，有方等识，有般若识，有法华识啊，分四个阶段呢、啊，我们就知道啊，四个阶段慢慢把这些人向上提升，提不上去被淘汰掉了。实际上，淘汰掉的人数多，提升的人数少，越往上面去越少。